我回来了。今天和我妈吃饭怎么样？还行吧。问你个问题，嗯？你喜欢我吗？我要是身无分文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怎么了？不会又胡思乱想了吧？我这种小门小户，怎么配得上你这样的大家庭？我自己几斤几两还是知道的。堂堂一个知识女性，怎么说起话来像我妈这个中年妇女一样啊？不要生气了，我喜欢你，又不是因为你从小就有奔驰接送而喜欢你，也不是因为你有名牌包而喜欢你，更不是因为你送我昂贵的靴子我才会喜欢你的。就算你没有一分钱，我还是会喜欢你。你别幼稚了，行吗？你几岁啊？你真以为这些东西不值钱啊？我告诉你，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沙，都不用风吹，走2步路就散了。如果我今天只是个领补助金的学生，你雇员还会爱我吗？我当然，如果今天是个穷小子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我知道了。啊，操！你干什么？跟我，没事，跟我。